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闪闪吗？有一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一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你好，我是欧马克。你好，我是玛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 ，Meltdown。最近，因为我没有看新闻，所以我们台风目前到底是怎么了？它是不是已经离开我们，还是它其实还是在？抱歉，因为我今天没看新闻。哦，那您的这个鼻音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可是离睡醒还一阵子而已。你今天比较晚起是不是？以前睡过头了。好的，今天呢，飞碟有一点，我们会有一位。您的鼻音怎么回事？我有鼻音吗？有啊。我也有鼻音。有啊。真假的？那我的鼻音是怎么回事哦？我想想看。没有，我很早起，我今天四点多就起床了。还是你其实严格来说你也刚睡醒？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的补眠中午午休时间啦。对对对对对，坐计程车的时候是我的午休时间。大家放心，我们没事没事。好的，欢迎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来到我们的飞碟有一点现场。今天的飞碟有一点呢，会有一位好朋友，然后呢老朋友在 Telegram 群组当中已经有说了，他说他们一年就是来见我们一次，一年来一次。我今天又可以直接就是打开来喝吗？
可是会不会他今天就是完全口说？就是我们今天进入一个意念的想象世界，是不是闻到那个香味了呢？那个浓醇香你感受到了吗？我在想说，今天就是我又都一直没有吃东西，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是？你又没有吃东西啊？哦、对啊，我今天又有东西可以给你吃、欸。真的假的？对啊。但你的东西是甜食吗？是热量高的东西吗？是甜食。那我不要啊。哦，你就是要喝低基精是吧？我也要像你一样，就是早餐的时候有番茄牛肉汤这种东西啊。好好补哦。对啊。哇、哦，那个肉好多，而且就是已经炖了几天了，所以它很烂。其实我在喝的时候有想过要不要带一碗给你喝，那为什么没有嘛？因为我每天，因为你有没有吃早餐？我一直都没有啊。哎、欸，有时候你来就会很突然说、哦，我今天吃饱了，或是我今天已经买好那个什么便当那边。那你每天都要带嘛？每天为我带便当好吗 ？Am I your mother？ 对啊。请就以后的早餐呢，也不用准备三人份，因为我想他准备的量你们两人也是过多的。欸、对，因为今天馒头夹蛋我吃不下，就是过多的。你们只要包一些 leftover， 包一些剩食给我就好了，哦、好不好？可以吧？可以吧？你就是我的石头汤计划，是这样吗？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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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百味。没错、哦、我知道，如果今天晚上吃不完了，可以打包一份给你带回家。今天晚上、哦、你说什么仙草鸡哦？原本要问你做那个玉米炒蛋，但知道你不来，就我们就 cancel 掉那一道菜。哦，嗯，就是其可能应该还是会吃不完吧。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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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可以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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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点餐喽。今天的你们早餐吃了什么呢？或者说现在应该是问说你们的午餐吃了些什么呢？今天有吃的丰盛吗？有吃的营养吗？有吃的健康吗？各位。Act like an angel and dress like crazy. Act like an angel and dress like crazy.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y girls.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y girls. Back in the days, 미친 매 미치지 못해도 미더이상내끌림앞에거짓증언은않지무슨의미또무슨가치까는건불가능이젠더쉐 Yeah, me and my girls 우리눈이물것을알아도우저태양의 kiss my Galileo 스스로심판의매일적당히미치라했지 몰라 you can't want it now 왠지게난그런짓지 It's super crazy 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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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zy.Act like an angel and dress like crazy. Act like an angel and dress like crazy.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y girls.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s are yelling, yelling. All the girls.
时间来到1:1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飞碟有一点。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在这首歌过后，工商服务过后，我们就会邀请到方姿的林明权执行长来到飞碟有一点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好像没有一年一见诶，我们就上次见的时候已经是2-3年前了，我记得有到两，我还以为是一年半之类的，我觉得很久了。我自己啦，我的体感已经是很久了。你觉得你在那边喝汤的体感很久了？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以前就是早餐没有吃早餐的时候，我就会来一碗方姿的低筋精当做早餐。虽然还是怎么讲，他只能应急啦，就是帮你补充该有的营养素。对对对，大家我现在已经会进一步加到泡面里了，学告五人。就是大家还是希望可以尽量吃健康一点的。你把低筋精放到泡面里面，一样是不健康的，在说什么？不是，泡面不健康，我要追求是那一碗的整个质感、色香味俱全，大幅提升。Once upon a time,I remember 깜빡이던주눈앞에새하얗던비작은탄성내나커오자볼륨을높인 playlist engineer 켜는 spaceship 그어디든좋아 We gon be alright yeah yeah 어느새저멀리사라지는 question yeah, yeah. 얼어붙은맘을녹인너의 passion 두손을맞잡은채우리서로를느껴천천히빛난설레回到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现场特别来宾，他刚刚一路进来的时候才提醒到我自己说，对，方姿的执行长好久不见，然后是如此的靓丽。对，他走进来有风，我们要跟你开玩笑。走进来气色之好，让我们掌声欢迎方姿生技的林明玄执行长。大家好，马克玛丽，大家好。我已经问了，因为他现在一周会跑2次步。在晚上的时候跑步，对，本来长期就有在跑步了，对啊，哦，是保养秘诀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容光焕发？因为我就觉得他整个人变得很紧实，是散发一个是健康的紧实状态，所以我说怎么做到的？当然。接下来执行长就会说，因为我天天都喝方姿，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接下去吗？内外保养，内外都要保养，因为我就是一直在研发产品，所以我就是一直喝，无止境的，就是不同的就是口味的低筋精，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比例嘛，对啊，所以我就会他们在研发的时候，我就会几乎真的是几乎每天喝，每天是不同的感觉，对对对，所以这个也很像就是之前在讲说，你这个人生你的职涯选择很重要，就是你选择哪一个领域是很重要。像甜点师，你选了这个领域之后，你可能就会一直发胖，对不对？对耶，那我这样选得很好。对，你选得很好，让自己一直容光焕发，变好，变好，变健康。没错，没错。那其实上一次见到执行长，已经是我自己体感好像已经快2-3年前了。是，然后我们今天体感2-3年，体感2-3年前了，有点久这样子。怎么这么久？对啊，然后我今天看到。
到才发现哦，那我们两三年前那个时候，见面的时候是方姿，等于是才刚起步的时候，哎，对不对？啊，没有没有，2019的时候，这个品牌其实很久了，就是方姿这一个品牌是2015就成立了哦，但是它是2019才推出低基金，那中间那2015到2019年在我们就推其他的保健饮品啊，比如说像燕窝饮啊。对啊，人参饮啊，对对对，木耳饮这一类的。那现在这些都还有吗？都还在哦。对，只是低基金它就在2019年才在2019年推出。对。那现在方姿的明星商品，因为我们知道方姿就是低基金、低鱼精嘛，这是我们印象很深刻的。那的确，方姿现在卖的最好的也是这两个吗？对对对，明星商品就是低基金了，称冠。然后我看到说这个调查发现，经过了这几年，2019年初低基金，然后现在2024嘛，五年就已经挤入了前五大品牌啊，还有时间很厉害。对啊，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嘛。刚刚玛丽也才说看到这个，她觉得对啊，因为跟那个其他可能携带的一些什么什么八点档啊，或者婆妈的那种很厉害的那个大量的资源，或是行销预算，能够前进到就是前五名，非常厉害。所以想要问问看，就是执行长，当初自己做品牌，也给一些自己想要做品牌的人一些意见吧。就是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还有你们怎么样成功的？是，我觉得刚刚有讲啊，就是说选择很重要嘛。其实我觉得在做品牌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理念跟品牌的这个想要带给客人的这个方向，我觉得选择也很重要。像我们在推低基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设定就是刚好啦，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刚好，我就是当妈妈了嘛，然后想要就是怀孕中的宝宝，我想要给他好的产品，我想要从吃的部分就吃好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推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有设定说，我们要的就是很明确的，我知道这个来源到底是哪里来的，那它是怎么滴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消费者安心，我们推出安心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刚开始选择要这样做。我们并没有去选择说啊，我们就是要成本低，我们就要快速卖的多卖的好，又要卖得好，然后但是又便宜这样子。我们那时候设定不是这样，我们设定就是希望说，我们推出的就是很安心的原料，很安心的做出很安心的产品，然后让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像孕妈咪啊这样子的客群可以很安心的喝。那这是我们那时候的选择。当初这样设定的时候，因为每一个选择它背后就是有 trade off 嘛，就是你这样选你要走。听起来刚刚执行长没有说，就是我们就是要卖贵一点啦，成本比较高。对，因为就是你要做安心，或者你要做什么品质控管的一些，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选择的背后，就是你会筛选掉了很多以价格为考量的顾客嘛，对不对？是，我觉得会。所以很多很多现在的客人，就是他们还是会打电话来说，啊，你那个比谁谁谁都还贵这样子。可是我们就会解释说啊，我们相信就是你会打电话来，因为对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突然认识了，初步的认识，还是有兴趣嘛。对，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您说，我们用的品质就是会是比较好的，我们帮你把关嘛。那这些其实就是都会反映在这个价格上面。那您会这样子对这个食安很重视，我相信其实你也知道，就是品质代表着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执行长刚刚觉得这个方姿目前能够有这样子的努力跟成功，就是因为一开始的选择非常重要，是选了一条可能初期的时候那个钱也会烧得很快啊，对不对？对，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选的都是有履历的，那第一个有履历的机场，它本来就是花了很多的成本去建制这一个设备，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履历的机，就是你不管从你出生到你所有的就是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其实它都是会被记录的，好，所以我们在喝这一包低基金，你可以很安心的知道说，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这一包鸡就是哪一场的鸡养的，因为我们有11场鸡场嘛，气作的鸡场。那我可以告诉你，它是哪一场鸡场养的，然后从哪一天开始养，从哪一天出厂这样子，你就很安心，你不会说，你今天遇到就是，你这一包假设客人反应有问题，
你不会哦，要去找哪是哪一个出问题？对啊，你不晓得是哪一场机出问题的。虽然说我们到现在其实都控管非常好，我们没有遇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我很安心的清楚知道，我这一包低基金是哪一只小鸡开始养，对，然后哪一场开始养这样子。那你说这些所有过程，刚刚听起来其实都会比就是你一般放山养的这种没有记录的，这种其实你成本一定会花比较多下去。所以刚刚说到这个低基金呢。也要问执行长，就是为什么芳姿能够建立起这个品牌，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低精喝起来没有腥味，没有以前那个鸡精会让觉得听到以后会有点害怕，很腥。可是我也是喝了芳姿以后知道，这就是鸡汤啊！对，它其实没腥味，它就是一个经典，可能米其林餐厅端出来的鸡汤。对，可是如果真的说鸡汤的话，可能又对芳姿有点冒犯了，是不会了，因为你把我们拿去跟那个鸡汤，我们是多精华的东西。有的鸡汤要熬得很好喝，那也是需要美感的。我相信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品质的产品，它会受人喜欢跟受人称赞，一定有它的辛苦的努力在里面。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刚刚说为什么它会没有腥味，其实刚刚有讲的嘛，我们鸡种一定要有履历。第二个，我们挑的鸡种就是它是90天的红鱼土鸡。那红鱼土鸡嘛，你说那也老母鸡也可以有履历，然后肉鸡也可以有履历。对，但是就是我要养到90天，其实我已经比30几天的肉鸡养的还久。那它的肉就会比较成熟，是三倍时间，三倍的时间，所以它就代表它吃了三倍的饲料，然后花了三倍的时间来管理，三倍的管销人力成本跟空间。所以刚说执行长也是有从我先试喝看看30天出来的是什么感觉，然后不行，那我们加到60天，不行，我们再加到90天这样。对，其实就是不同天的，应该怎么讲？先垂直选鸡种，再平行选日期，这样子就30天、40天、50天、60天，全部到100多天，我们都有测试过。对，那除了测试他们滴出来，就是不同天滴出来的风味怎么样，其实也要去测试不同天滴出来的营养素。数据哦，对，因为有时候30几天它不够成熟，它滴出来总支链氨基酸就没这么高。对，那我们就平行的测试，然后每一批是打样完的，每一批都会去送 SGS。去检查它的营养价值，这样子，对，就可以很安心。我完全可以想到那段时光，执行长到底喝了多少？每个睡前前面可能是一排，然后来喝喝看这样子。我上次好像有分享过，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就是打样的时候，就是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都是下午大家下班的时候喝，然后我们就大家集体就是精神太亢奋，晚上很嗨，晚上就很嗨。对，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就发现，只要就是我们的研发部门把样品打来，我们就早上就要赶快先喝，提振精神嘛，对不对？把这个行程移到早上来，除非就是有要加班哦，那再下午再喝。所以芳姿的低基金呢，很厉害，就是他用了一个什么蒸汽不回流的技术，然后这个过程不加水也不加盐，当然也就没有所有这些什么化学添加物啊、色素啊，我们喝到的就是最原始的这个鸡汤的精华这样子。那当然呢，现在呢，我们今天会请到执行长，也是因为我们快要到送礼时节了，中秋时节。对啊，这个购买鸡精呢，常常大家一来是自用嘛，再来可能就是送礼。那今天这个今年的芳姿的送礼是不是有跟不一样的合作？就除了这个鸡精之外，是不是有一个跟联名礼盒？对，单礼耶。我们跟这个就是知名的甜点品牌简单礼，跟他们做了一个联名的礼盒。那主要就是因为简单礼其实它对这个单纯的美味，它的坚持，好，它也是用就是很单纯的原料去制作它的这个饼干这样子，然后对食材也很讲究。那他还会移植这个日本的技术，搭配匠人手工熬煮这个加糖焦糖，它的那个皮很酥，饼干很酥。待会你们可以吃吃看。你们早上有开箱过是不是？早上好像早上的节目有开箱，真的。对啊，没关系，待会下节目以后你们也可以吃吃看。OK。对，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饼干细腻的这个口感，然后这样的职人精神，他才会就是做出这个美味又安心的甜点。这样我跟你说，一定是你刚才上个段落在那边说什么不知道。
上有没有东西可以喝，让直销在外面很紧张。刚刚你去倒水之前，你竟然就说：“我跟你说，我出门太急了，可是我刚才已经请伙伴快递这个礼盒到电台，马上就会收到，请你放心。”谢谢执行长，谢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没错没错，因为中秋节大家好像就是还是很习惯，譬如说吃月饼啊，所以就要一个甜点这样子。那这一次会怎么找到简单礼啊？简单礼其实我们一直就是本来就有认识，就是品牌族本来就是有互相认识这样子。那我们其实认识了大概两三年，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来看看可以怎么合作这样子。对，然后因为他们就是去年的中秋节本来也想做联名，可是他们是真的也很忙，尤其是在中秋这种送礼的旺季的时候，他们其实订单产能也都是非常满的。对，然后后来就是聊一聊，我们就讲说，不行，我们到了今年了，已经过了一年了，我们还是要来筹备这个项目。因为第一个就是很多简单礼的支持者，他们其实也是很重视健康这样子。那我们这种很重视健康的族群呢，其实他们也会喜欢吃甜点。那我们就来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在中秋节推出一个咸咸又甜甜的礼盒这样子，可以再搭配你除了就是吃了简单礼这个饼干，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低基金跟低鱼精可以一起做着保养，也很不错。所以今年的中秋呢，你就有一个方姿跟简单礼联名的满是喜悦礼盒。喜呢是喜，真的就是喜悦的喜，月就是月亮的月啦，就是满是喜悦。刚刚执行长有说到，就是如果你喜欢吃甜食的话呢，这一次的礼盒当然就是月饼啊、简单礼啊，就满足你甜食的胃。但最重要的方姿其实还是要照顾，希望你健康嘛，是，对不对？所以就想要问问看，有哪些人是适合喝低基精的呢？还有刚刚说什么时候喝最好？刚刚执行长已经讲了嘛，就最好就是早上喝，不然你可能晚上会太嗨的。其实我有时候下午一两点，就是我如果中午没午休，然后下午早上其实蛮忙碌的，这样子高压下来，我下午一两点我就会喝一包，补一杯，对，我就会补一下。那有时候你知道吗？我前一段时间有执行168，我就觉得我太胖了。然后执行168的时候，我的早上我就会喝一包，对，因为它也没有油，但是它又就是又可以吃了一个咸咸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又可以补充营养。好，所以就是我会在这样子的情境，我会喝低基精。那还有什么人适合呢？其实我们最大的族群就是孕产妇，在怀孕的过程中啊，我想要就是也没办法大吃大喝嘛，有时候可能初期会孕吐，那没有办法吃东西，那他可能就喝一包低基精，那总之因为氨基酸跟蛋白质就都补充到了，一天的营养就补充到了。然后还有就是长辈，因为有的长辈就是长者，他们可能就是牙口不好，然后或者就是夏天吃不了东西，对，他就会喝一包低基精来补充一天的营养这样子。因为低基精里面的这个蛋白质跟总之间氨基酸，其实就是人体的这个必需氨基酸，它就是要透过食物来摄取这样子，所以喝一包其实又可以又补充到你的这个蛋白质也好啊，总之间氨基酸也好啊，低鱼精里面还有钙质跟牛磺酸都是很不错的这个营养素。所以孕期妈妈应该也会问，是我是整个孕期都是可以摄取的吗？是，其实就是要看就是你知道通常一般都是整个孕期喝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就是宝宝比较小，像我那时候为什么就是会想要喝低基精，就是我的宝宝太小，好，所以我就会就是是要补他，对，补宝宝，对，养胎不养肉，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怀孕的时候，像我就是属于很容易胖又很饿的人，对。然后如果说吃太多，下一次去产检压力很，医生会骂，压力很大，对。然后我就喝个低基精，其实就是比较没有负担这样子。但是它这个营养素就是对 baby 又是好的，对，所以就是在孕期的过程中都可以喝。那如果说你的宝宝他可能就是比较常常就赶不上他应该那个周期的体重，那其实一天喝个两包也很好，对，客人的反应都是哇，这样子喝一段时间，宝宝体重就有跟着上来，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再多喝一包这样子。刚刚说到喝低基精这件事情，虽然啊，就是有喝过的，我相信应该大家知道怎么喝啦，但等一下广告回来以后可以补充一下一些低基精的喝法，因为如果你没有就是
没有隔水加热喝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然后在我们的现场呢，其实今天就是邀请到了方姿生技的执行长林明玄林执行长。嗨，大家好。刚刚有说到为什么我想要特别提这个，就是因为以前呢，就是有那种基金品牌都会很大量的、大力的在电视广告上面打广告。嗯，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啦，我妈就会告诉我说，嗯，那个很新欸，那个没办法，因为他们可能是什么玻璃罐装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这个印象就是深植在我心，然后直到呢，就是之前执行长来嘛，然后就送了我们。送了好像有鸡精跟鱼精，对不对？然后就让我们现场喝，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不是打开直接喝啊，你就是隔水加，当然你要打开直接喝也是可以啦，也可以，但是你就放热水，就有在马克杯里这样子，对，放热水的杯子，有点像那种调理包隔水加热的概念，然后你放了热水，然后把那个整袋直接放进去，不是拆开倒进去哦。整袋放进去，放完了以后，它就变温热，你再打开，然后看你要直接喝，或是你倒出来喝，那就是真的像是鸡汤的味道。会想要特别讲呢，是因为之前我在跟我的发型师聊天的时候，发型师啊，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妈妈生病了，然后就是癌症要补身体这样子，然后我就介绍说哦，你可以喝这个啊，方姿低基精啊，然后他就马上就买，他很孝顺，买了然后回去，就他妈就跟他说这个我不喜欢，可是因为剪头发我们就是男生就一个月才回去一次，我就说怎么可能不喜欢？他说没有，他就是打开直接喝那个凉凉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哈。这个隔水加的，这跟鸡汤一样，怎么会不有？所以我才想要特别讲，就是可以隔水加热，然后你喝起来是非常很温暖的，而且是不止暖胃暖心，又补充体力。在我们的 Telegram 的即时聊天室当中，也有人问说，就像刚刚我说那个发型师的妈妈，她就是因为生病嘛，癌症嘛，所以就有人担心说，那癌症病患可以喝吗？是，刚刚执行长有说什么？譬如说孕产妇可以。然后一般人上班族想要精气神好也可以，那癌症病患呢？可以，非常适合。哦，就是说我们其实去年还有被那个癌症复健预防协会，然后帮我们的这个品牌，然后跟我们的产品选为就是他们最佳年度的推荐商品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低基精跟低鱼精，刚刚有说我们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我们纯粹就是有很新鲜的鸡跟新鲜的鱼来做低炼，所以它是很天然的食品。好，那。癌症病患他刚好需要就是蛋白质，好，那我们的这个低基精跟低鱼精，它都是很天然的这个蛋白质，所以非常适合就是癌症病患来做补充。那尤其是癌症病患，你如果说经过化疗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是很虚的，对。然后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你如果化疗完，其实你很容易嘴巴会破，对，你就没有办法进食，那就跟就是有时候牙口不好的长辈一样，所以他们就是喝一包低基精，其实就可以补充到或者就是摄取到他那一天需要的营养这样子。然后大家会担心的是，哈，那这样就是补会不会我就补到了肿瘤？那可能大家要想一下，就是癌细胞他喜欢的是糖分啊，对不对？对，没有错。如果癌细胞马克很专业，如果癌细胞他喜欢这些健康的蛋白质，他就不会是个癌细胞，他就会是个健康的细胞。是。好，所以今天呢，很开心请到了执行长来，然后也想要趁机来问一下执行长。在方姿这几年，因为我经过了。你们是不是在忠孝东路三段那边也有一家实体店面啊？对，我们现从去年五月到今年现在，我们已经展了六间的门市，刚好在六都，台北嘛，新北，然后桃园、台中、台南、高雄都各有一间门市这样子。所以每次呢，在忠孝东路三段的时候，就是钻石塔附近吗？附近，在附近，就在比较正义国宅那边、正义国宅那边，就是我每次出国，然后会走那个建国高架桥，每次下来要回家的时候看。就用很熟悉、很亲切的感觉，很熟悉的感觉，说方姿，这我业配过，我知道。你会进去说，我认识你们执行长，来一杯吧。我真的是这样。我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除了马克跟玛丽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免费喝低基精。真的假的？执行长这个话不能乱说的。真的啦，真的。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个月在那个新竹跟中和，新竹的朋友跟中和的朋友，你们不要担心，这里也快要开门市了。那所有的门市呢，都是你可以进去免费试喝，因为你要试喝了，你才知道你喜不喜欢嘛。是，然后你要去过去了，然后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的门市同仁，他们都很专业，就会依照就是说你想要就是调整的地方或者怎么样，你想要送礼或者是你想要自己喝，因为什么状况你要喝低脂精，他都可以帮你做解说。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全系列的品项都可以试喝。在中和要是被我妈知道的话，这个消息还得了。欢迎玛丽妈妈每天都来喝。所以就像执行长刚刚讲的，要开实体店面是不是也就是原本方姿，我们可能就只能在网络上面，然后听，比如说听电台啊，听 podcast 啊，然后听到在网络上面买。可是实体的话，是不是人跟人之间还是有那种啊，我想要问你，我想要自己喝到的？对，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嘛，因为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喝低脂精它虽然是食补，它没有什么限制，但你还是会有很多的，就是每个人的症状是不一样，他就会想要问。那比如说有的人像我刚刚讲的孕期，我只要喝一包就好啦，或者我没什么状况，我两三天喝一包，精神很好，我根本也不用喝。那这个就是门市的同仁，他就会依照你的状况，就会给您一些建议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直接走进去喝一喝啦。我想要偷偷透露一下，我们最近就是有那个松露低脂精，我超爱的，就是那个松露的香气。如果喜欢松露的人，你喜欢对不对？好，我知道了，我记在脑海里。松露的低脂精，那个松露味是很纯又很够的。不是，有些就是你知道撒一点点，让你知道有松露香气，它就是浓在里面。对，然后你就是喝到松露低脂精，你也不要用太热，因为用太热它其实会有一点油脂，那你用太热反而就是那个香气就跑掉了。那你就是只要稍微像马克刚刚说的，我只要稍微泡个两三分钟，温温热热的，那个香气哇，打开那个香气就很好，欢迎大家去门市试喝。哇，好的，所以现在呢，就是门市在网络上面买，然后当然可以，在门市呢，你可以亲自试喝到所有方姿全系列的，你可以有问题也可以直接问这个专业的门市人员。是，那今天呢很开心请到执行长，当然呢很快的我们就是中秋节要到了，方姿是不是在中秋节会有一些特别，除了我们刚刚今天讲的跟简单礼的合作有礼盒之外，满是喜悦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特别的方案啊？好，我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松露低脂精，它其实就是看起来质感就是很高级嘛，所以它就很适合送，就是你的长官啊，对，或者就是说你很重要的就是亲朋好友，这个就可以送。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中秋节都有做特别的，就是优惠这样子。那其他的全品项呢，我们满额都有在送，就是燕窝美颜饮，因为夏天很适合嘛，喝个燕窝补充一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满额也有送这个松露低脂精，也是有送的。那满额还有就是抽这个拍立得相机。很可爱耶，对呀，这就是我们中秋节的活动这样子。所以大家呢可以现在就可以上方姿的网站上面看看，然后方呢是芬芳的方，姿呢是哇，这个姿有点难讲，马克怎么解释？因为讲姿的话，我第一个姿势大，姿的话，其实我都会讲说就是草字旁的姿。那我跟你说，你不管怎么搜寻，你只要随便打方姿低脂精，反正都会跳到我们网页 ，OK 的啦。SEO 有做好，关键字都买好了。你打姿势的姿什么什么都可以。对。那如果姿姿不分，打成肢体的肢也可以吗？好像都可以，都搜寻得到。真的啊，对。哇，好，就欢迎大家呢，就是利用这个方姿有活动的时候可以入手。然后当然呢，送礼是非常有面子的，自用更是非常的适合。今天最后我还是很想要问执行长，就是在开实体店面的时候，我对执行长的好奇大部分都是在商业模式上面。对啊，就是当初决定要开实体店面，然后跟网络上面做，实体店面会比较烧钱嘛？因为我之前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譬如说在网拍衣服很红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哦，网拍衣服没问题啊，然后就要开一个实体店面，然后说为什么要开实体店面？是因为当然大家可以试穿，另外也是可能对于
什么货流物流的控管会更加的可以调度还是干嘛，所以那想要问一下执行长，也是开实体店面这一件事情跟在网络上面经营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开实体店主要也是要让我们的客人第一个去取货很方便，或者就是即时他想要送礼，然后或者就是他的朋友直接可以买，直接就可以过去买，然后或者就是有时候朋友就是生病了，他现在他都知道他很想要赶快拿到，他就可以直接去门市买这样子。那当然他就是也可以去门市咨询门市的同仁嘛，刚刚有说就是这种比较专业的建议我们就可以马上得到解答。那当然开实体门市我们的成本一定会比较高，因为我们又要花租金啊，然后放一个咨询师在那边，对，然后我们对啊门市同仁的这个薪资啊教育训练的费用啊，这些虽然成本都很高，但我觉得很棒的是我可以提供给我的客人就是在只能在官网买的这种体验，我希望他是可以在线下直接可以喝到低基金的体验。那我们门市都会有很舒服的座位，那客人在那里啊就是很轻松的享用一杯低基金，其实下午的精神也都会很好这样子。对，这是我们的理念。因为我觉得从网络开始起家，然后可能网络做得很好，然后在行销方面就是也都很好，然后又打进了那个品牌，要做出一个说好，我们要前进实体，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是，确实就是真的是投入了很多的成本，那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子，虽然投入这个成本，但是我们也可以在现场收集客人对我们产品的反应，第一线回顾。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他可能就会跟我们讲说啊，我想要很多包数啊，我这样才会很便宜呀、啊。那我们就听到，我们就会设计就更多组数包数、对，那就是客人都会有反应，他会比如说他。借由他在问门市同仁说他可以怎么喝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因为这样的需求他才会想要来喝低基金、那也会增加我们就是下一个品项在开发新品的时候的一些建议这样子。所以反而是实体店面的门市人员销售人员是超级重要的第一线回馈。对，哇，收集客人 的意见跟声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非常重视的。那就想问问就是执行长，未来方姿就是当然会继续展店吗？还是这个要开拓更多的品项吗？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就是除了刚刚马克讲的，我会开了更多的店。确实，我们现在除了六都以外，我们也会渐渐的在其他就是因为我们在开门市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客户的这个大数据啦，我们客人在哪里，我们就会开在哪里。就下订单的那个地方，订单的地址啊。所以正义国宅是，没错，很多人买的，确实是如此。对，我们在开门市的时候，我们依据我们客人的就是所在地，然后来挑选我们的位置，然后就是还有。你刚刚讲到哪里？我要回答什么？公司的未来，未来展店之外，除了展店，然后我们还有品项，像我们现在有就是成立另外一个品牌是 NHB， 它是做保健品的。对，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客人，他也对这个吃眼睛啊，然后吃就是蔓越莓啊，就是女生的私密处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保健的需求。然后我们现在就一样就开了这个品项，所以渐渐的就会往大健康的这个产业来走。是那。这个新的品牌未来会在方姿看到吗？还是如果他应该就是要走两个路线？他现在已经被成立在方姿的官网里面了， okay, 所以在方姿的官网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品牌。然后在我们的门市也可以，就是拿试用包回去吃吃看，欢迎大家去领取。执行长真的很欢迎大家去实体店面喝免费基金呢、对啊，试试看这样子。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林明璇执行长来到了飞碟有一点，来到飞碟电台，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去实体店面吃吃看、喝喝看、用用看方姿，在网络上面你现在呢就可以去点点看、看看方姿有全品项。今天我们可能比较多讲的是基金，但是除了基金之外呢，他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都值得你去体验体验喽。今天要谢谢执行长，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짜릿한 이 순간 바래왔던 이 느낌 바보야 네 얘기란 말야 듣고 있지 많은 사람 중 내 널 하나